我们的奥斯卡。来，刘延东记。你好。谢冰冰，哎，对，来三位，稍微再过去一点点，在这个地方，哎，好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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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哇，整个屏幕间里面发现海拔一下就高了很多，来。三位自己先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打个招呼好不好？刘延东记，哎，直播间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刘延东记。哎，奥斯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奥斯卡。哦，奥斯卡呢？奥斯卡，我觉得因为我知道你是出生在巴西的圣保罗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天哪，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足球的城市，所以你会踢足球吗？我会一点，小的时候经常踢。喜欢运动吗？当然喜欢。喜欢哪项运动？足球。喜欢足球。冬季有喜欢哪个运动？有吗？冬天的时候有没有喜欢哪个运动？冬天吗？对啊。冬天的话，比较喜欢待在家里。就待在家里不运动了。因为北京太冷了，冬天。哦 ，OK。那对于 Coach 这个品牌，三位啊是怎么去了解这个品牌的，或者说这个品牌最吸引你们的是什么？因为上次我是走秀嘛，但是这次很荣幸的可以来到 Coach 看秀，所以我觉得肯定体验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挺期待等一下的看秀的观感。好，那今天晚上这场大秀非常的特别，你们到我待会到里面就可以感受得到了，我们待会见好不好？好的好的，谢谢好，谢谢三位帅哥，谢谢哎。